其实平日里我们家一直都是舒恒在做饭，尝尝他的手艺。还不错哎，和我男朋友做的挺像的。是吗？合胃口你就多吃一点。我切一下洗手间。莹莹，是不是肠胃炎？不是，跟苏黎姐还有舒恒哥分享一个好消息。其实我怀孕了。你怀？恭喜啊！谢谢。苏丽姐，答应我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孩子的干妈，好吗？你男朋友知道吗？我刚才告诉他了。苏丽姐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就先回去了。行，老婆，我看莹莹不舒服，要不我送她一下吧？好啊。行，我送完东西回来。怎么会怀孕呢？每次不是都做安全措施吗？我怀孕，你知道我怀孕很开心呢。你不会是不想负责任吧？放心，我肯定会负责。那你什么时候和苏黎离婚？离婚不是一件小事儿啊。再给我点时间。好吧，行。肚子里的孩子也行。好了，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千万别估算一下。接下来的事儿，就交给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？都不喜欢。啊？哦，都喜欢。